在跑在门口顶的咖啡豆生九五的台下利益，但是咖啡农高热心，说是请人利用三天的时间慢的，才有安尼成果。哦，我头下滴心情量足大，滴无啥好啊，滴无啥好啊，有慢啦，有虚啦，唔敢甲转药啊，唔敢甲转直销滴，啊拢用喷的，啊食一个啊喷一摆，只不过喷一摆草啊，所以我搞工。每年若是到嘉宾的采收期，为高庆荷包串经过，都会当发现高头新店门口定拍豆啊。虽然时代进步有真多，已经会当用机械来代替了，不过高头松也是坚持传统。高头松表示，因为用日头泡的豆啊，才会好啉。你砍错后日，你这个砍人家出掉过来香，伊较袂膨胀哦。正讲和你砍到死呀，较袂膨胀，安尼较够讲啊。啊，嘉宾个切个网款袂使用砍错。拢爱用泡的，爱用泡，你爱去用感冒泡。你若甲做阿蛮好定泡，还是甲做感冒甲定泡，还佫较歹。原因是伊袂苦，乌都袂酸，啊袂涩，啊苦甚物也是会苦啦。即摆咧啉拢无淋一款迄落奶精啊，啥啊，拢主要啉清的较好啦。啉都敢若较袂苦涩啊。虽然只是拍头啊，一个过程都要用一礼拜时间咯。郭若松表示，要坚持传统的做法，过程相当的高工，嘛真少人愿意来做咯。今有人问啊，无这叫。安尼叫一工偌济啊？叫一工拢起来是千块，嘛无人要做。艰苦安尼。去个叫吼，落去等个叫，有诶用伊嘛讲唔嘛。无用，安尼啦，用甲你讲，嘛无用。咱台湾咖啡无前途啦，因为吼，咱台湾咖啡你若要卖像伊正常遐俗吼，咱个人工钱都无够啊。为高老松的身躯看到要啉一杯好啉的台湾咖啡，真正是无简单，嘛希望大家会当用心来品尝。记者王真心，长报道。